这个实验室提供的财务报表有三处数据有问题，重做。这些都是我和 CFO 再三核对过的。这个质检报告有问题，重做。这个用户行为设计的文案有问题，重做。林总，这个一直是这么写的，而且执行上完全没有问题，您要不要再看看？在你质疑我的判断之前，最好先确认标注的地方已经无可争议。欢迎来我的办公室申诉。 墙面是玻璃，你瞪眼睛的样子，我看得一清二楚。啊，有吗？您年纪大了，视力不好，考虑再换一副眼镜吧。明日准点节目，马上就要开始。五秒。李浅。 合同上规定这不是你的工作吗？林总，您是否也认为像这种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比较好呢？比如沙发上这位正在喝茶闲得发慌的齐助理。齐伟，你觉得呢？ 生病了，我昨天晚上，我喝点茶润润嗓子啊。你知道哈，林总。哎，你看，他病了，使唤一个病人工作，不仅违反劳动，还侵犯了员工的权益。哎，对对对，这种事情，关顶当然不会做。不是，侵犯我权益的事儿，您不是正做着呢吗？ 我拜托了，宁总，我手上还有一大堆活要做，你就不能换个人使唤吗？我不习惯。不怕我在杯子里下毒，你就大胆喝。